那我们蔡司马系统呢的诉求呢不一样，我们要的就是不管二十四小时里面你在哪里，我们全部任何一分一秒都是展现而且落实着我们超马家人应该要有的水准风范以及基本的这种态度，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共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参加任何一个场精英会也好，分享会也好，我们就不是流于形式，我们在随时之间啊借势练习是吧，随任何主题在参悟，去了悟人生啊诸多主题的实质价值与意义。所以我们随时都在进步中，而因为自己的进步又会让身边的人看到而且认同，甚至于大家都愿意跟着一起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那么这样子的每一位在社会中视线，不管是男女老少，他都有一定影响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就需要我们每一位超马家人能够这样子二十四小时都是如法中，让全世界可能性的善良的因你而集聚到我们超马家人。那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有感觉的这种温馨的啊，而且是这种满足吧，对吧？而且是觉得这个一个超马的这个大家庭呢，你不会觉得你很孤寂，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的参与每一天大家都在共振中啊，热情啊，或者是快乐啊，或者是别人的圆满你也感受到他的圆满，就像你的圆满。所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充分的感受到人间的天堂。